走到了一家餐馆啊，都关着门呢。看这个标语写的意思是11:30才开门，这都是空的。现在已经是10:10-15了。理论上讲啊，我要去的那个 shopping mall 应该就在这附近，我现在还没找到，是不是得过马路呢？我现在就过去看一下，因为那边看起来很荒凉啊，都是树，但是有几个探照灯好像是，我现在过去吧。